活了。等会儿啊，先换个弱点。咋的呀？啊，咋的呀？跟我来这孤立无援是吧？剑姬一级跟剑圣打，那我就只能给你来个击剑了。救过了吗？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好，回家了。还行，这剑姬没带防御天赋，还比较好打。我们已经很久都没玩过剑圣了。愤怒带来冲动。先插个眼儿，换个弱点。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小鹿也来了。强大的敌人呀，这个抠连小兵都没抠死啊，那咋又掉线了呢？那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搁村里上的网吗？看着吧，看不起村里，那村里网肯定不好啊。那全是大山，那不都物理遮蔽了吗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哎，抠你！一击即斩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我就不闪了啊，这边闪可能不一定能行。
剑姬也不打呀，我去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干哈呀？卡里奥闪现了啊！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说那剑姬怎么敢找我打了呢？而且还才五级。愤怒带来冲动。我就说一句话，我就吐槽吐槽，就能他妈的能说一整把就。赶紧疯了！烦死！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能玩了不，大哥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还能玩了不你？其中的武器可以击穿顽石。这不好玩这人呢。我们开始吧。错过了吗？完了，我怎么感觉我要死呢？绝对不要错过胜利。那小鹿又来了。他来不来？我这边也死，我抠到剑姬了，我想抠小兵呢，把剑姬给抠着了。不过确实挺难玩啊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我不太喜欢这剑圣这个皮。剑圣我就唯独就是比较喜欢的原计划，其他的感觉都不太行。干哈呀这？让人玩游戏了吗？再会了，梦。别没完没了的了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！他在跑啊！谢谢忍者龟投个灯。你们是出来玩的吗？真难玩。
到了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我是惹着谁了吗？我妈的车无死，秒打不能不行啊，还是给我砸死。还行，打死几个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那龙，拿个小龙吧，兄弟俩，啊，拿个小龙吧。赶紧吃几层塔皮呀、啊！看看剑姬到底是从上边来还是从下边来。嗯，其实这波能打。这英雄挡技能确实比较烦，不可能龙让人打了吧，兄弟！我操，我这上路他妈十分钟啊，将近十分钟啊，全是人呐！这龙可不能给他们，给我杀！我套你猴子的！完饭。都给你杀了，我都给你杀了吧，咖喱奥小鹿电灯弄快，我点死他，漂亮，把龙打了。啊！买一赠一，他不能跑了吧？啊！我已经无敌了。把这嘎喱奥给我杀了，咋的了？我操你猴子！老老的，推走！我操！你给我截住他！那是假的，还在那砍呢！你给我出来，来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咬你一命！真正的大师，卡莎变成影了。一颗学徒的心。被谁打了？刚才击穿顽石，
他是挺近剑姬儿啊，去下路找他去。咖喱奥是不马上要跳大？等一会儿啊，先别着急打信号啊！来来来来，那咖喱奥马上跳大，俩人全死了，随时上去勾引。怎么不打了呢？那中路你们打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往哪路走啊？往上路走。Shut down。 啊，那剑姬怎么又出来了呢？走去中，把他们都杀了。这里都有眼儿。没人看到。有人看见，怎么没人看见？再见。全死。给我杀。别着急上啊。来。还有这个也走不了。好定，我一刀。一刀全给你们斩了，你看看。无敌了。西兰刀无尽加青雨无敌了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习。别让我看见人儿啊，现在看让我看见人儿，那就是一刀。都把这剑姬人给我杀了，来！在我内心延续。跑了？跑啥呀他？小龙，这里没有眼，他跑啥呀？开始吧。没有视野，打吧。哇哦！他还有个盒儿，瓦盒的网确实不咋地，网不行。为什么看不见他家嘎里奥呢？他能带到哪儿？我看看，找他去。那整个地图上连人都没有，带二塔。你今天不死，我吃。集中起来的意志。漂亮。干哈呢？这东西，关键我们杀他们吧，那咖喱奥人没了。
那小鹿有个沙漏，那小丑还有个隐身。我是不是给你假的来两刀？念个咒，剑姬马上活了，咱不上了。还有沙漏啊！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颗虚中。你爸爸怎么挂机了呢？咖喱药怎么没了呢？看着吧。哎，这五杀了！这还有个盒啊！来，再推。ADC 呢？哎呀，那就杀一个，烦啊！一展天机。只能杀一个吗？寡妇是美甲窃魂卷吗？不是。回家出西兰刀吧，但是差200块钱可以再出一个暴击。哎，这整个地图上没有人儿，可是挺奇怪啊。我打一个金身一个是吧？确实挺难的。算了，不行拉倒吧。既然他们家不出来，我们家就把所有的东西全拿一遍就得了，咱也别着急上。老着急杀人确实也没啥意义，不着急杀他们，爱出来不出来。等他们出来了再杀他们，我出来就算了。啥呀？我去收下路兵去了。慢慢发育了。剑姬就只打得过我，现在剑姬应该打不过我。剑刃与肉身。他跟我硬砍是砍不过我的，我暴击两下他就死了。
谁允许你的在我这里狂？我他妈给你一刀！不一样。爱打不打，不打就推他。2800。愤怒。Rampage。那伽里奥搁这儿，我们是不是能杀他一手？三刀拿下吧，打字儿呢，他应该是心态爆炸了。他寻思你那个剑姬帮成这样也帮不起来，算了，挂机得了。不可留小路啊！这家出无尽，出完无尽再来个暴击，啊，最后一件青雨儿。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一刀。各凭本事吧，咱俩。不好意思，伤害有点高。遮蔽了双眼。咱俩各凭本事，好吧？你要能拿到你就拿，拿不到就拉倒。没办法，伤害太高了，一刀没了。我也不想吸血这么高，但属实是没办法。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那小鹿有那啥咋办呀？等你了。烦不烦人？快！我给你一刀。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怎么死的？难玩的要命，我跟你说，这把挺难玩。尬聊也就挂机了，要不然正常其实比较难玩。剑姬人我们抠，他有个打；小鹿我们抠，他金身；小丑我们抠，他金身。我只能抠 ADC， 这边 ADC。才是我们能杀的人，别人都费劲，他们也不出门，就在这等死，在塔下等死，啥也不要，龙也不要，架也不打，就一直在这一，走打个小龙。我将为你指路。抠兵躲小鹿 R 呀，躲不了吧？怎么躲？能躲吗？把土龙龙魂拿了。我就会会这剑姬儿，嘿，哎，一刀，给我出来人来，给我出来人，给我出来人，人呢？
人呢？我不跟你俩打了，我走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救一下！我们直接推了得了，杀人越塔杀肯定是费劲的，也杀不了，把大龙打了，大龙打完推一波中就行了，出右吧，伤害够了，出什么右啊？出什么右啊？往哪跑来？往哪跑来？往哪跑来？往哪跑？往哪跑来？往哪跑？跑！我给你一刀！我再给你一刀！我他妈给你一刀！你在我这烧！我的草莓都掉了。MVP 应该是寡妇的，因为寡妇等级太高了。啊。